原因是因为走廊跑路。就是一些小朋友看到啊，出三十几年，教了许多小朋友，就算他们有时候不听话或者是不懂规矩，但是最后还是成功把他们从走廊搬到了游乐器材学习，然后大家也玩得很开心。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感谢是我的老师和学生和他们的配合，然后非常感谢这个活动。老师和学生们都是非常努力去设计这些游戏，然后就是为了让这些小朋友不要在转上奔跑，然后导致受伤，然后还要去医护室去请护士阿姨帮忙。经过这次的活动之后，虽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，并且有少部分的学生比较不那么的配合，但是呢，我们也成功借由这个活动，把大家下课从走廊上移到了我们平常比较少人玩的游乐器材那里，所以我也认为我们这次的活动进行得非常的成功。而且下课，最后下课都可以移驾到下面去玩，不在走廊上奔跑。我这次的感想是，这次教小朋友的经验让我的勇气倍增。活动非常